平安，感谢今天阿爸的福德，予咱三代，予咱各有这个福气，来到伫教会进行献祭来敬拜。毋知影咱是毋是了解咱有一个真特别的身份？咱的身份是啥物？有人知无？圣经内底有记载讲，伊拣选咱，把咱加做伊特别的百姓，伊要做咱的神，咱要做伊的百姓。然后有搁讲哦，讲伊要做咱的天父，咱要做伊的子子，后生甲查某囝。搁讲哦，伊要甲咱过伊的生活，将甲咱疼命命、笑命命。所以咱是伊的心肝宝贝囝，你知影？你知影这项代志无？所以呢，今仔日咱就要来上课，咱要确确实实知影讲，咱是上帝。咱的天父的心肝宝贝囝，咱三个来唱一首歌来。
会当看好这个社会，我哩那水，我哩那水的天地。所以，这个个人有重要无？有重要无？真正非常重要。有人因为头一个，伊就是发现着讲，当伊结婚的时阵，伊囡仔出世的时阵，电视一个转过的时阵，看到的，伊错一条。为什么这个社会的电视节目这么啊真负面的代志？伊就咧想，我要安怎来帮助这个社会，让咱赢去上帝的眼光的角度转向正面。所以伊去拍摄《Good TV》，然后伊无下伊的囝无下了后，伊的囡仔进入着学校，伊甲伊爸爸妈妈讲：“爸爸妈妈，我伫学校啊吼。”所听到迄个话啊吼，拢足歹听嘞。啊，我伫迄个环境吼，我到底爱学伊难免啦？是毋是我爱母年纪爱甲伊同款爱难免啦？迄个时阵，伊这个爸爸笑一笑。到底学校的答案是啥物？囡仔的互动到底是啥物？所以伊下一个决定，转来创设信仰教育，家己去找课程，家己去找绘本。伊去写这教案，到最后，伊下定上来决心就是，需要伊足够好、足够、足够好、足够、足够的头脑，伊的薪水是足高、足高，但是高阶级吼，并且无资源面料伊的厝。伊即马甲今仔日甲今年创设已经十五年啊，伊换过八间厝。拢是租的哦，拢是租的八间厝。囡仔因咧搬的时阵，大概拢出清债的，因为囡仔一届安尼环境拢无同款，到底对这囡仔有啥物影响？但是感谢上帝，伊的囡仔安怎来讲呢？讲爸爸妈妈厝无要紧，只要我若甲恁做伙，迄个所在就是厝。你要搬过，做你搬，只要我甲恁做伙，迄个所在就是厝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上帝，这款咧才感动人。为着这个囡仔，伊的眼光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看这个囡仔时阵，伊会当做这种的牺牲，咱的。信仰教育十五年来，今仔日到今年为止，至今5123个人，几乎乎台湾这个国家的学校十个，大概差不多十分之一的囡仔。会当领受着这种的信心，上帝的信心，上帝来看作保护这个信心。那这你今仔有感觉无？如果有感觉，感觉讲后界，比如这个囡仔要去带领咱的台湾，你若讲真放心的时阵，咱就唔免推行这个课程。如果你感觉有点么担心的时阵，请咱发出来。请咱站出来，有真侪真侪未无信主唔来耶稣的人，因为来接受这个的训练，因看见了因的价值在倒位，因出来支持，咱讲大家就好好，一个啊一个，一个一届安尼，一个双赢，因的生命改变，因的家庭改变，这囡仔一定好起，像这比较好用。如果你有感动，咱来参加。这叫做彩虹儿童信仰教育的这个行列内底，予咱的囡仔、中华囡仔，较侪人会当得到这个信息。即摆呢，咱要来甲咱身躯边人讲，你是上帝神话无不变。相信咱真少有人安尼甲你讲。啊，那呢，第二件事，咱来甲你宣告讲，我今天定爱唱个声，我就是上帝神话无不变。咱做唱两遍，头一遍是唱你唱足个。我个人是无变的。第二遍呢，确定咱真正是非常厉害的，是上帝神话无不变的，开心。Yeah.
这世界上，甚至于牺牲性命。咱个想看卖哦，一个神，伊是无负担、无时间的约束，伊竟然愿意为着听咱当落一个，在咱卑微、卑微的这个状态内底，有嘅就是要甲咱宣扬，咱是上帝创造，咱是伊所听。伊足坚定、足坚定，甲咱接做一个人的款式，上界入边，阮伊的灵一口气予咱，予咱接做一个活的人。所以这个活的宝贝，咱爱传出，绝对爱传出去吼，从这个听传出去。保罗伊又讲过一句话讲呢，无论伫什么时阵，就是好的时阵也好，歹的时阵也好，都是爱传。为什么？哪种无传，灾的就临到伊。所以咱咧，咱有咧传播，咱家己想看卖哦，咱来唱这首歌。Yeah.